徐璐，应该你很少跟妈妈表达，就是对她的爱。几乎没有。比如说在母亲节啊，或者在特别的一些时刻。爱你哦，算吗？就是微信爱你哦，就是其实我没有当。现在当面，你当面跟你妈妈讲讲看，我想看看妈妈的感觉。就是你就是很真诚的看着妈妈，跟妈妈说我爱你。没事儿，宝贝。宝贝儿，其实妈妈是很爱你的，只是没有表达出来。宝贝儿，妈妈爱你，妈妈爱你。妈妈，我也爱你。谢谢宝宝。妈妈，我也爱你。我跟我妈说不出来，我也说不出来。你跟我妈从来不说完。我也是，我对着小罗姐那张脸，我就说不出来。对徐璐来说很难，这个句话对徐璐来说很难。好，你尽力了，我知道了。我太难了。